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北猎人 QB 兄弟，我是 QB 兄 Noah， 我是 QB 弟 Thomas。今天我们要介绍四种比较常见的长传路径。大家好，我是 Receiver 光文，我是 Receiver J。今天介绍四种 Route， 有 Fly、In、Corner、Post。好，今天由我们示范给大家看 ，Let's run。三 ，Fly 这个路径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往前直走。那可是呢，我们会必须注意到，就是在往前直走大概六到七步的时候，需要往回头看 quarterback 的球。在跑 fly 的时候呢 ，QB 是三步，一二三，或者是三步 hitch， 一二三往前踏一步，转身丢球都是可以的。In 这个路径就是走三到五步，然后往内走，切直角，并且看二倍。In 这个路径 QB 一样是三步 hitch 或者三步就 drop， 一二三，脚尖指向你的目标，球就出去了。走，三。在跑 corner 这个路径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跑四到六步，然后接着往四十五度的角度往外靠。跑 corner 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三步，一二三，脚尖指向球要去的地方，转身球就出去了。七步，并且往四十五度角中间转头之后，然后看着 QB 的球做路径的调整。QB 在丢 Post 的脚步跟前面都一样，三步或是三步 Hitch 就出手，一二三，脚尖指向目标，出手。六，三。那当然，长传距离会比较远。我们这边介绍几个，可以把球传得比较远的技巧。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，传完球的时候，你的重心一定是在前脚，你千万不要把重心放在后脚。第二个是用你的屁股去带整个身体的旋转，这样旋转才会够力。那第三，让旋转完整，右手收到左边，这就是几个可以把球传得比较长的撇步。下一部影片我们会介绍基本的防守技巧。我们是台北猎人 QB 兄弟，我是 QB 兄 Noah， 我是 QB 弟 Thomas。Let's run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QB 兄。我的球衣，你很崇拜这个球员吗？对，我很崇拜。好，我在前面讲，你们三个在后面跑火。对。好，随便都可以。他说他是 QB 兄弟啊！灰色帽子，哦，谢。